我老天啊，你还老享受哎，多个搁这啃甘蔗。我是十来岁，最近感冒。我都快饿死了，你在这啃甘蔗，我准备下来做饭了，你看饿得睡不着。你快走了，我也吃。这两天没饭，我也没胃口，要吃我。哎，你还老享受嘞，我怀着孕，我还得给你做一份。那你做一份做，昨天我也是做完。我的老天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人多享受啊！他媳妇半夜被饿得睡不着，他在这里啃甘蔗。自从搁你家分享水之后，可爽了，你看。看着小年时可能真没我一般可没是真享受啊，他这个是杂物间你知道吧，你看一下咋是啊，咱是三江不离咱们就是反正现在咱得离三米距离，我也有点怕你，反正咱俩该开距离，等会等会我就当喂狗一样把饭推到你那里。好，你说吧。这实在太饿了，赶紧烫点青菜。最近感冒的都挺多的，大家都要注意，尤其是孕妇、孕产妇。先洗点青菜，今天就做个简简单单的，又有营养的。青菜里面我就喜欢吃这个菠菜，吃起来软绵绵的，营养又高。这菠菜啊，清洗干净，把配菜切好备用。现在怀孕了呀，不爱吃油，少倒一点就行。打两个荷包蛋。这两三个月不咋做饭了，是有点翻车。把青椒炒一下，这个青椒不炒一下，直接放进去没味儿。放点调料，炒软了加水，加入面条。可能我上辈子就是河南人了。明明是个广东人，就爱吃河南的面食。下青菜，把刚刚煎好的蛋放进去，再撒点香菜。面条好了，先给我老公捞一碗。饭来了啊，等会你自己吃啊。你看这个喂狗呀。怀孕后啊，我发现我的口味变得特别奇怪，有时候爱吃鸡肉，有时候闻见肉就想吐，就像我有时候爱吃面条，有时候看见面条就反胃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症状，真的很奇怪。视频就不拍了，再见。